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留学生活。我来到中国，进入了北京联合大学，在这里我学习经济和贸易专业，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结识了很多新朋友。除了上课，在北京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，我听过京剧，品尝过地道的北京烤鸭，游览过古老的故宫、长城和颐和园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热爱和了解中国文化。我也有幸能够到其他城市旅行，我假期去过上海，在那儿我看到了现代与传统的交融，感受到了特殊的风土人情。我的留学生活让我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自信。我相信这段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美好的回忆。